听下两张声。嘿，现在努力在后边呼吸充提气。我来小家看伊。嘿，大家唱歌都是外省，你是当我是外省在唱嘿？你大家都讲出来外省，今日我神经无道理哇！好啦好啦，别开心啦，我神经神经啦，我不晓得大能够生气不啦。大菜，谁啊？更无心。哦，你有那尊女？尊女，你咋尊我妹妹噶？不啦，他昨晚妈给我三煮料，我抢着呢。你买到哪铺四号？唔记得妈咋啥？我煮料就去抢我妈四号。你买知道唔知啊？差把跑家底啊！你知道我干嘛打嘛？你这家里经费是叫我煮，干落打。买哪只啊？买红只先啊！你话叫我跑家底，咩老外因为比起咯？咩的？这种老外人啊！你还在那里在说台湾古早不？香港都十万人，那就只要菜几多碗，个多全部都飞起来，干嘛干嘛打？打菜！站啊！嗯，这种东西咸的吗？你吃个这种咸湿嘞，咸湿嘞。你唔晓得钱啊，咁样咸料噶，搞党会啊，好家啲蚊子打奶就要吃噶。咸料啊，我可能吃咸菇咩？咸菇那钱啊，你推到这个乌车库啊？咸菇算冇推到啊？你买平的咸冇出来，打死你个呀！我报告到，报告到，好了。大姐啊，从哪个甩起来啊？啊！那我来拿，我上手啊！哎妈，这是什么节目？他怎么上不去哈？什么节啊？什么节我也不知啊。老啊，现在什么节？哦，现在弄大老姐，他们当一边咯。看那两家人看，老姐，你把水盖把出来看看。抗议抗议！你个蛇杂毛蛇杂毛无抓，我蛇你拢无能溜啊！你唔同意，该死人啊！当当当当，孙妹，生日快乐！平静热闹，今年这无事无做，肯定要大喜白做喜。我搞着两百个两百面的过来生日庆贺呐。我想到你叫唔得过嘞。平静热闹，阿爸是一定收入噶。哇，孙妹啊，这个情况啊，比下个月个跑个地方去录个咩，再派多。跑个地。